平時生活咁忙碌，想翻到屋企快啲煮翻個靚餸，不如就試下整呢個低成本又好味嘅鹹蛋豆腐啦！三个节奏完成啦，即刻试下咩味先？咸香味果然好重，加埋绍兴酒咧就更加香啦，用嚟捞饭咧绝对系一个唔错嘅选择，大家都快试下啦！